睡了，那情绪也太飘忽不定了，一会儿臭脸一会儿笑的，这么大个人了还要我将就他，真是丧尽天良。你该骂我什么？我没骂你啊。嗯，我真没骂你，我就是这种坏毛病，嘴巴臭，但是我心地还是很善良的，真的。骂得好，有没有更狠的啊？老板。嗯，你干嘛呢？老板，我去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啊！不会是你分身？叶秋，我就说嘛，这杯咖啡有人喝。